Hello， 大家好，欢迎收看由飞将为您带来的 Morgan 精彩对人解说。本期素材由默默大神提供。这场比赛有 EP 的念草对 EP 的灵衣草啊，这两个角色看一下，明显都是以草神星为原型的改版。哎呦 ，EP 还有原著叫出马克西马，但是连段失误了，很奇怪。影跳错失位骗出 EP 的升龙，可以再次救出原著。哎呦，这个原著是无限的吗？不是很清楚啊，我还没有看到他这个原著在哪里显示。哎呦，这时候大蛇地直接跟，哇，这念草好疯狂，龙车三式吊挡后奈落，可以，但是被发炮直接被 RP 服务器起手，哎，还嘲讽一下，可以的，弹跳 C， 但 B 下 A， 站 B 下 A， 来上一波秦月阳，哇，但这个伤害非常可观啊，两边都是一丝血，但他奈落对此 RP 的毒了毒。怎么讲，能量闪身却烦，但是一批连续 AP 闪身，再交一颗 CD， 两颗资源啊，交的也是非常果断，又是小影跳错身位躲开的 RP 的升龙，琴邪众怼喜笑无视，漂亮啊。不知道有没有观众注意到啊，这个默默大神的素材啊，它是左右声道是分开的，没错，就有点像那种枪战游戏啊，你是可以分清左边还是右边啊，非常的神奇，对吧，就感觉你真实在现场观战一样。这时候追地怎么想，念草又开始进攻，奈落逆向放得很稳，哎，可以，这波交一颗 CD 不再忍耐，哎呦，高点跳心跳再取消一波空中奈落秀起来了，哇，这灵衣草这么帅吗？发波取消一个超杀，但这个超杀是占 CD 的动作啊，非常神奇。哎，后影跳重鬼，前跳还想进攻，但被一批无视怼过去，对吧？这个无视即使你空防也会破防，非常的霸道。黄咬一试取消超杀直接跟，黄咬牙起身，秦元阳跟进一丝血，看这种念草又一波无视对空，但是。自己只剩一丝血了，看能否翻盘。哎，影跳奈落，巫师再怼，哇，这个巫师怎么中的？不是很清楚啊，但他就是中了。大家关注，我们下期节目再见，拜拜！再次感谢默默大神提供的素材。